你的那个病历呢？病历，叔叔阿姨好，我怕万一我身体……我来接他上班。这都什么情况了，还去上班呢？爸，我现在情况还可以，去医院了也没什么用。是哪个医院？哪个医生？周主任，我是林托的父亲，您这会儿有时间吗？林托的检查病历我都看过了，另外我搜集了一些其他的病历。我也从医快30年了，已经到了太多无法治愈的患者，我实在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。你爸，你都生病了也不给你点好脸色吗？我妈生我和小野的时候，我爸都在出差，我记忆里我爸就没怎么管过我俩。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出差的时候跑回来，他眼睛里面全是红血丝，肯定一晚上都没睡觉。多亏你爸妈都是医生，我这个病医生也没办法。别乱说话，你急啊。好久没做饭，也不知道味道咋样，尝尝，是有点淡吧？不淡，我现在生活还能自理，你们也别太担心我。我们想带你回去。我这个病没什么可看的呀。那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啊？光谱每天接我上下班，在公司还有组长，我想趁着我还可以多上上班。我不想现在就像一个废人一样在家待着。在那天来之前，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正常人吧。行，按小托说的来，这大口吃啊。哎，师傅，给支烟吧。好，行。好久没抽了。